打锤子，再见。来一杯吧。哎呀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把原本想玩皇子的，算了，菜刀对了，这样子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怎么又开播了？难道你很希望我不开播是吗？都时间到了。这我先搬一下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不搬算了，我自己打好了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大洋前的最后一杯。拉了打，我这把带护甲的还好，自己单开无所谓，刷的慢一点。对面菜刀队除了这个火呢？我拿一辅助还好，把他干崩了，你不就晚了？血还是有点少。这个节不能往这边走了。来一杯吧。哎呀，他冷呢。他该不会直接毙了吧？这么骚。兵不要了吗？我们这个射题都没过来啊。哎，先上火呢，先上火呢。下路这种 AP 辅助先给他整。我是没有用的。
哦呦，他这波能量烧了挺多的，他带征服者的，怎么感觉他想进化红凯？感觉这波亏了呀。他这个能量的话，过半了，应该有个三分之二了，感觉有点亏这波。啤酒轮下水道打野还好吧，打打人机还是很好用的，看你怎么玩。我没开盘吗？开个盘吧，你别以为你有个十一级夜鹰符牌子我就不敢分你，你再刷屏试试，试试就试试啊。这两天去哪休息啊，周一休息啊，我上个月播不播都拿一样工资无所谓了，多休息一下好了。我现在腰间盘突出不能给你们播太久，不能像一样那么拼了。今天加班干嘛？意义在哪里？划个水吧。加班没有意义了，现在又没有电费，又涨不了工资，已经看不到未来了。呀，他这波不爆摔我 Q 到这个劫了，你们知道吧？ Q 到这个劫应该是可以秒他，给我炸他这个劫他再爆他，没有配合好。这波先让我 Q 或者他爆完我再 Q 都可以啊。果然进化红凯了，腰突是椅子的问题，放你个五香臭屁，谁跟你讲是椅子的问题？你只要长年累月经常会坐的人，你一天能坐个七八个小时，你连续坐他个几年就很难受了，加上可能坐姿偶尔会不端正一下。没到六吗？下路什么时候啊？我就不分经验了吧，直接绕下路来抓好了。主要这寒冰有六，舔他一下 ，EQ 蓝肯 ，Q 充能一下，哎，再 A 他，炸死了。上班十二个小时不也很危险吗？所以得年纪大了就会这样子，那学生不是很危险？学生不是年轻就是资本吗？我们这不一样，人到中年不得已啊。那我以前刚开始播也无所谓啊，翘个二郎腿每天都没事，为什么年纪大了就有事呢？年纪轻的时候不注意的，累积下来就这样子了，是吧？你看我以前也不会啊，就长年累月，这都是堆积下来的，就跟你身体毒素太多了，你没有及时给它，对吧？给它解决掉，你就会出问题。你不走，你是不是？你试试，
马上要死，你过来，你再过来，试试就试试啊。没关系，我们的 E 的话会拐弯的，躲在墙里面没有用。对，进游戏的空隙可以站在休息室啊。看我为什么现在要给你们放视频呢？啊，第一个就是过渡一下啊，有些观众的话他就比较无聊啊，这时候给你们放点东西看一看。第二点就是我自己也休息休息，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，就不能一直坐着，一直坐着就很容易出问题啊。打个一两把游戏就得起来走一走啊，这样的话就影响没那么大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不是吧，你怎么死了呢？走哪去？哼，看着很秀，其实没什么卵用。A 五，这题打他呀，没 W， 来一杯吧，没 W 了，你别怕呀。他没 W 的，我打字给他，他没看到吧。感谢韩寒送的飞机，谢韩的飞机啊。这不应该自信一点，来个几何桶把他炸死了。回家。来本数学，来本历史，不需要中亚，我有护币的护甲就够了。来，杀进去，含住他。哇，这进阶格挡蛮快的反应啊。
我麻烦有大了，可以杀。他没往上炸了。他往下走，刚才就炸我，被我炸到 Q 上了，刚好一个 2Q 把他给秒了。可惜这波跟这个杰配合的不是很好啊。刚才 Q 在这边，他人往下面炸，我一个 2 把他炸到 Q 上，可惜他刚才往上走，没往下走。这个杰我感觉他把我克制了，他刚才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。俗话说得好，什么克高手啊。走，格挡，这都不格挡，我都贴脸给他压力了。他要是格挡他就死了。这个剑姬为什么技能捏这么死？哇，我一这就格挡了，再 Q 一下他，一个 E 拉走。这个剑姬 W 交的有点离谱，说实话。我看他前面都快贴到他脸上了，先把龙拉了。杀了揍了。对面的话，红凯加剑姬回血比较多，等一下可以来个鬼书啊。走了走了，快跳，他没往上走。满城了，满城了。
再烧点钱来个大半，我待会 QR 可以秒对面，对面不出摸看，双双加帽子增一个。谢谢说来迷人的一张半卡，回家了。我感觉我这个键盘好像又该换了，它好像没有那么丝滑了，没那么丝滑了它。我寻思在这游戏钻石以下不都是憨批吗？有道理啊。钻石级以上的只有百分之几，这百分之几全扎堆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了，都是精英，都是核心玩家啊。他太脆了呀，我还想来个帅的呢，拉个大龙嘛。我没骂人，我只是在复制一波这弹幕上面的话，并对他的话做出一点回应啊。溜的也点快，等一下我钱不够，再打点钱回家整个帽子。我觉得刚才那个人说的蛮有道理，不过他可能玩的是微信区啊。还是差点钱啊，等一下来。打烊前的最后一杯。直接去带来来杰会追他来，对对对对 ，A 兵 A 兵点点点，这杰不来杀他，我不信，继续带来，这 EZ 就是个诱饵，知道吧？来了他就上当了，晓得吧？我走了，帽子有了，起飞了，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1000法强了，可以勾引一下，勾引一下，我三个技能应该可以秒着剑击，别不要让他隔挡就好了。
刷一个 F7。 刚刚好三个技能，不多也不少啊，说秒你就秒你。这个杰意识还可以，还知道先开个扫描，等他扫到我的时候他已经反应不过来了，我的E已经到了。有R吗？直接旅行一下，在这边这个草，他不在这个草，就在这个草。可以交闪，把破绽藏一下。完了，他死了。这边投降了呀，很遗憾，九个助攻，再把左边拉满好吧。